Mr. He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龙，我们又来到了爱屋及乌的单元。今天我要发问另外两道问题，听清楚了。第一，就是在1986年马来西亚十大金曲奖的是哪一首巫启贤的歌曲？听到了没有？哪一首巫启贤的名曲？第二，这首歌曲是电视连续剧的哪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？听清楚了，哪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？你会的就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 Mr. OK TV 的 Facebook 留言信箱 Inbox Message。 同时记住，一定要写一篇短文，您对巫启贤的心意，你要写什么都可以，你写得越精彩，我们就会把票送给您。支持你，加油。